你好，欢迎收看9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肖佳慧。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本土个案病例新增33875例，花莲县新增616名确诊。花莲县卫生局长表示，本土疫情有升温的趋势，呼吁民众中秋佳节团聚还是要做好防疫，施打疫苗。而一号也有相关的防疫新制上路，包含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免费领取5G 快筛，请民众多加留意。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花莲县一日新增616名确诊个案。花莲县卫生局副局长钟美珠表示，疫情有升温趋势，14岁以下要特别留意，做好防疫。新城乡连4周确诊人数高于平均，另外一日防疫新制上路，包含65岁以上长者可免费领取5G家用快筛等。而一日花莲总计新增42所学校、68个班级、69位学生和6位教职员工确诊，暂停实体课程。请各校落实入校前量测体温。那第二个是教职员工生病不入校。第三，教室各学习场域及宿舍和学生的交通车，这些环境和空间要定期做清消的管理。第四，我们在9月5号会回收疫苗接种的意愿书，那之后改定日期，预计在9月12到16日执行校园疫苗的集中施打。校园疫情及3天防疫假及暂停实体课程的部分。那今天总计新增的是花莲女中等42所学校，新增的确诊数有69位学生、6位教职员工，合计75位，总计有68个班级暂停实体的课程。我们上一周的平均数是403人，就是每天平均403人，这一周平均是504人，可见我们的疫情哈，花莲县的疫情有慢慢在上升哈。全国也是一样，那国际也是一样。那今天9月1号呢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几个政策哈，来这里要跟各位来做报告。第一个，我们65岁的长辈，这个家用的抗原快筛试剂哈，领取的时间是今天开始。那每一个人都5剂，65岁以上的，就是民国45年以前出生的哈。那领取的地点呢？等一下会提供给各位哈，那要记得带健保卡，也可以到卫生所，那卫生所会有几个乡镇，等一下会做报告。另外一个是今天开始第五轮的家用快筛实名制，就是要带你的身份证到我们的这个健保药局呢，去购买，一份呢是5G，现在可以直接购买2份，就是10剂哈，那1剂是100块钱。第一个，你没有确诊，怎么政府会补助？不可能。好，第二个，如果确诊了，好，确诊了政府也不会补助哈。我想这个讯息呢，很多人都会收到哈。我们再一次强调，虽然我们在记者会都有提醒，还是再一次的呼吁哈，请勿轻信，也不要再转传哈。另外一个，也会收到恭喜你哈。符合条件哈，可以领取这个防疫这个补贴的哈，那这个也是诈骗的哈，提醒我们的乡亲朋友。另外呢，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呼吁我们的乡亲哈，预防这个 COVID-19 的病毒，落实防疫轻松生活哈。第一个打预防针，第二个就是这个增加自己的免疫力，戴口罩是一定的哈。那健康的饮食哈，常常心情保持非常好。生病了就是在请假在家里，保持我们的社交距离哈，这个勤洗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